它是同时可以冲意式，也可以冲胶囊机市面上第一台的这个机种。那我们把它放到滤杯里面。哦，胶囊咖啡冲好啦！哦，人生初のコーヒー。今天影片的最后一样有抽奖时间，请大家开启 CC 字幕，并且看到最后哦。安安泽泽开箱，今天要来开箱的是我旁边这台复古可爱的小东西。其实它体积真的还蛮小的，它是 Demo 意式双胶囊机，顾名思义，它真的可以冲泡意式咖啡，又可以泡胶囊，然后还可以泡美式。所以有了这一台，你是想喝意式啊、美式啊，还是胶囊，在家里都可以喝到。它既然名字叫双胶囊机，顾名思义，它真的是两种我们常见的胶囊咖啡都可以用，像这种经典的 Nespresso 的小尺寸的胶囊咖啡，以及大颗的这种 Dolce Gusto 的这个大尺寸的胶囊，它都可以冲泡，是不是很方便？不仅如此，这台真的是又重看又重用。你知道它里面意式咖啡机的核心就是加压水泵，那这一台 Demo 它采用的是意大利顶级原装 ULKA 的加压水泵，所以它就可以用20bar的强大的压力去萃取出丰富的咖啡油脂。你可以幻想到在家用这台美美机器，然后泡出真的又好喝的咖啡。那在我们等一下实测泡咖啡的环节之前，我们先来仔细看一下它漂亮的外观。这一台我们拿到的样品机呢，它是米白色的，超级漂亮，很有那种复古可爱的感觉，也很像现在很流行的韩风咖啡厅。外观就是这个收边的地方啊，还用就是银色的金属去做收边，整个质感大提升。就是那个面板跟按钮的地方，我觉得整体都很有一个复古的感觉。这个手柄也是做咖啡色，我觉得有种仿木头的感觉，整个质感大提升。而且其实体积真的算蛮小巧的，我觉得放在家里或是租屋处都摆得下，办公室也蛮适合的。机子转过来的侧面呢，这边这个是等一下可以打奶泡的出蒸汽的管子，以及侧面有一个1公升的水箱，这个就是这台美美的 Demo 的外观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冲咖啡的环节。我们画面上就是 Demo 意式双胶囊机的配件，可以看到有这个手柄，然后这只手柄就是可以让你泡意式，或是刚才有提到其中一种小的 Nespresso 的咖啡胶囊的滤杯。然后它泡意式的滤杯啊，还有分这个是单杯的滤杯以及双杯的滤杯哦，所以你其实可以同时泡两杯。然后另外一只手柄呢，就是刚才讲到可以泡比较大颗那个 Dolce Gusto 的胶囊咖啡的手柄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试试看冲意式咖啡，然后一次泡两杯。我们现在要来冲意式咖啡啦。然后补充一下，这台它还有暖杯的功能，因为它上面这边会有温度，所以呢你可以先在冲咖啡之前把你的咖啡杯放在上面，它就可以保持住咖啡杯的温度，就不会让等一下咖啡放到冷冰冰的杯子里面。那我们现在拿起这个手柄，然后放上双杯的滤杯，接下来装咖啡磨好的咖啡粉进去。然后这一支装咖啡粉跟压饼的工具呢，也是这次 Demo 机会附的哦。我们就来装咖啡粉，然后把它压饼，哟西，好，扣上去之后，转，然后放上我们的咖啡杯，一边放一个。杯子放好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面板上面有4个按钮，这个是电源，然后再来是单杯钮、双杯钮，以及这个是打奶泡用的出蒸汽的钮。那我们现在准备来泡双杯的意式咖啡啦。那萃取两杯的话，大约等待时间是40秒左右，其实很快。将完成了，我们获得了两杯浓缩咖啡。好醒脑的味道。那接着我们就拿这个浓缩来做打奶泡试试看。那我们现在装了一些牛奶在杯子里面，
然后打奶泡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做预热，然后按一下蒸汽钮。然后它闪蓝光的时候，表示它现在正在预热的过程。等一下，等它就是蓝光不闪烁的时候，就表示我们可以来打奶泡了。好，那它现在预热好了，那我们真的开始打奶泡之前，要先让它放一点蒸汽出来。就，那我们来打奶泡喽。就把旋钮关起来，然后把蒸汽钮也关掉，先让奶泡充分的融合。不知道在干嘛，自己觉得很煞有那么一回事。哇，好漂亮！人生初のコーヒー，我人生第一杯咖啡。艾米，我做的第一杯咖啡，我觉得我蛮棒的。这个以人生第一杯制作的咖啡来讲，应该算蛮成功的。奶泡超级绵密的，我觉得好有成就感。然后咖啡超香的，然后真的很醒脑。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在家早上起来，然后你想要喝美式啊，还是你知道工作到一半，你知道需要醒醒脑，你要来点浓缩什么的，就有了这一台，你就可以自己在家，就是有冲咖啡的仪式感，很有趣，就可以替你的生活增添一种 feel。那我们现在来泡胶囊咖啡，我们来泡这个 Nespresso， 那我们把它放到滤杯里面，然后再放到手柄里。预热完成，耶！我们的胶囊咖啡冲好了，好香！我们现在来加水稀释。安呢？喝起来超级香的，然后有一点偏酸的口感，坚果的微韵在嘴巴里面，很疗愈的下午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充满咖啡香的情境中实测了这台 Demo 意式双胶囊机的过程。再帮大家就是 recap 一下，就是 Demo 这一台它是同时可以充意式也可以充胶囊机的，市面上第一台的这个机种。然后呢，它的胶囊机的部分又可以充双胶囊 ，Nespresso 的小胶囊啊，还有那个 Dolce Gusto 大胶囊，这两种常见的它都可以对应。它的这个水泵是采用意大利原装很顶级的水泵，是真的功能性很不错的机种哦。最后这次的集资计划，它也有两个加购品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个是这个手动的磨豆机，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一起加购。那你不喜欢手动的话，他们也有这个电动的磨豆机的机种，更多的细节都欢迎大家到底下的集资计划的页面去看看哦。今天看到最后的人简直不要太幸福。我们要直接抽出一台这个超美的咖啡机，要把你家变得你更美更有style， 就是现在了。现在订阅我们啧啧开箱，然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如果你有这一台你要泡咖啡给谁喝好了，记得 at 那个人在我们底下留言，然后一定要记得 hashtag 啧啧开箱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开箱君跟我最近开了自己的粉专跟 Instagram， 从这里去这里去，对，想要看我们开更多的东西，或者是看我发一些无聊的生活小动态的话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